女儿太想叫爹了，我终于可以叫爹了。我等了这句话，等了10年了。果然是国色天香，我竟有脸。李佑。 你抢了我的权利，我赢的。什么权利啊？不就2万2银子吗？我替李佑给你了。不用，李佑，你欠我一首丝。嘿，没想到你这人还有点良心呀，倒是可以交个朋友试试看。切，这位小娘子虽然不错，可我还是喜欢我的薇薇。你蠢呀？喜欢薇薇你不追去？我的薇薇。 这个小狗啊，真的是！好了好了，回家吃饭。哎，且慢且慢，此事还没有结束呢。这有完没完呐？我宣布啊，百花争霸须江寨，花魁正式诞生，歌花魁李环。好，五花魁刘新玉。好，这两位花魁啊，将代表咱们须江赛区。 参加明年百花争艳南京总决赛。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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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的好女儿。太好了，小姐好了，小姐的病好了。姑爷的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，来世必剪草衔环以报。快起来。哭什么呀？应该开心才对嘛！我们应该放鞭炮，来庆祝。来人，在放鞭炮。是。成功。来，里面去。棺盖满金华，斯人独憔悴。环姑娘，你还好吗？随公子，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？现在满场人人人欢喜，唯一不开心的想必就是你吧。当然是在跟你说了，所以你还好吗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不，其实我也是很开心的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，花辞树。珍重。您今天医好了心玉的病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，太上大人。对，杰哥也要喝。小孩子怎么能喝酒呢？喝点汤。哎，没吃啊，马上。今天我开心啊，我们再多喝一杯。来。老夫一生呢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抢了你这个好女婿。嗯，是不是应该再干一杯？必须的。哎，没事，倒酒。慢点喝。一定不能醉啊！来吧，来。李佑，这杯酒我敬你，以前我都有得罪，还望你不要计较，以后杰哥还要你多照看些。姨娘，这过去的事儿我李佑早就忘了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以后杰哥的事儿您又交给我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开心啊，我要跟我的好女婿再多喝三杯。你怎么还没醉呀？来，泰山大人。爹少喝点嘛。老爷喝多了，姨娘送老爷回房休息吧。爹喝醉了，爹爹喝醉了。没有，我哪里喝醉了，今天开心啊。回去休息了啊。哎，真的啊，小心点啊，老爷。我的好姐姐啊，我告诉你，真的要告诉你。慢一点，哎，爹，你就回去吧。哦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的傻女儿，男人不喝醉呀，哪里有你的事啊？
只会杀心。好了好了啊，贤婿，贤婿，太上大人啊，没事，一切照旧啊。老爷，没知领命。哦，先走了啊。走了，老爷啊，打电话。姑爷，请。相公，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你好美啊。相公，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以后，我会让开心成为你的一种习惯。我相信。那，相公，我们歇歇吧。你乐什么呀？哎，你说李佑今晚跟咱们女儿会不会他今天晚上可能就圆房了。这是多好的事情啊。十多年了，他只叫过我一声爹，就要嫁人了。
哎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嘛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怎么都难过起来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呦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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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还有我呢还有我呢啊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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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你这是哭还是笑呢？嗯，去。娘子，你这是？相公，这是楚河汉界，你可不能越界啊。相公，我想做离家的媳妇，不想你做刘家的赘婿。心月，相公，你可以做到的，对吗？咱们歇息吧。我说了，别来烦我。怎么了？这是吃毁药了？这么劳累啊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昨天晚上陪心玉聊了一晚上，都没怎么睡。秀秀，你看，这一瓶呢是专门为你配制而成，叫做湘君系列，就是香水中的君子。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个湘君系列呢，它是用龙涎香来固定香味。龙涎香。最刚开始闻的时候啊，它是一个栀子花的香味，这个呢叫做前调。再过了一刻钟呢，你再闻，它就是紫罗兰的香味，这个叫做中调。最后一个时辰，你再去闻它，就会有一种玫瑰的香味，这个呀，叫做后调。嗯，好香啊，而且味道还特别浓。如果这个擦在身体上，效果会更好。而且啊，层次也会更加丰富。那这款香水如果销售，一定会大卖的。你觉得呢？我相信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的愿望会实现的。搬这一瓶，我去那边。好，来来来，搭把手啊！放小心点啊！来，走吧。来，几趟了？一趟。好，去吧。你呢？几趟？哎，五趟了。哎，好，小心点啊！杨老爷，官家承运的最后一批食材也都运进来了。几趟了？三趟。嗯。
好。哼。好。李慈胜，令夫人退赛这一事，我已经命人加急报给了南京的赵大官人。想必有李慈胜那一阙神作，赵大官人呢，还是会给几分面子的。那就成情了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有一样好东西。哦，真水无香二号，想请徐先生鉴赏一下。好啊，环姑娘，劳烦。嗯，多谢，这个就送给你了。谢谢。嗯，李慈胜，来，这真水无香二号啊，比这真水无香一号更加丰富，特别是层次分明，宛如这个百花盛开在眼前，跟咱们这个百花盛会那是相得益彰啊。那这价钱，月产100瓶，作价5000两，先钱后货。100瓶，5000两。李慈胜，我怎么听说令岳母卖给那些贵妇人，那可是20两银子一瓶啊！嗨，徐先生，这闺蜜之间做买卖，哪还谈什么价钱啊？我那岳母啊，就保证这个香水她不亏钱就行了。再说了，如今又有了真水无香这个故事，还有百花盛会来做宣传。那这香水的身价要是还和以前一样，赵大官人岂能看得上啊？李慈胜，好手段呐。彼此彼此。仙子大人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滚。李佑，你现在比我这个大老爷还忙啊，有事找你，不是在去水楼上风流，就是请假不在，或者搞些贵客用的香水。仙尊息怒，有什么事儿您吩咐。你可别蒙混过关啊，那批食材已经到了，去好好检查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就给严坤那边拨银子了。是。你可要好好检查呀，不能公报私仇，要不本官治你。我的县尊大人，您明察秋毫我哪敢啊，是不是？我谅你也不敢。下官先告退了。姑爷好。你叫我什么？小的是官家船行的，之前见过姑爷一面。官家船行的，那这个石料是你们运的？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，都是夫人吩咐的。夫人的吩咐。行，你忙你的吧，我查验一下。哎，老师傅，哎，辛苦你了。好，进去吧。
大人，这些都是上好的青麻石料，用在河堤上那是最好不过了。树木都已点好了，殿试大人，还要小老儿做点什么？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老先生，您是老河工了，我呀还想请您把把关。好，我再仔细检查一遍。大人，这批石材质量很好，拿来修河堤那是绝对没问题，就跟浙江海棠用的石料是一模一样，那海棠都能用，别说咱们这虚河的河堤了。海石滩。